者翁损海台北报道，土儿成员阿娇钟欣桐去年十月任爱友医界王阳明之称的整形医生赖宏博，不仅彬彬放闪爱的高调，时隔四个多月，近深夜阿娇更晒出婚戒照，开心写道：“这是我农历生日最好的礼物，谢谢你的爱，下一站幸福。”宣布闪婚。对于阿娇官讯，好友阿莎也立马发文恭喜，兴奋表示千言莫语在心中 ，Love you forever。而阿娇也留言回复：“除了他，你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真的是千言莫语在心中。”阿娇左闪嫁赖宏博，白社自 IGISA 左线上恭喜，白社自微博阿娇喜晒婚戒，白社自微博。